يلا2020年令和二年11月7日政务视讯报告正式开始，全体请起立。演奏日本国歌。演奏美国国歌。宣读《台湾民政府宣言》：一、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二、日本保有台湾领土所有权，美国握有台湾占领权；三、美国有义务依循国际法，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四、美国有责任依循国际法，让台湾复归母国日本，实现台湾法理地位正常化。五、依据对美华诉讼判决之结果，参照冲绳复归方式，以回复本土台湾人之日本国籍为优先。全体请坐下。财务报告。哎，主席，啊，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好。来，我们看这个礼拜以来哈，我们的财务状况哈，啊，我们目前哈中央可用的余额目前是341021元哈，这个是到昨天的数字哈，34万，啊，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的
这个礼拜以来的一个出入状况哈。我们十月底的时候是结余348,588元哈，然后我们10月31号那一天就是32个人来参与我们的视讯会议哈，7500，然后视讯便当哈那一天是3750元哈，然后支出了那个麦克风的充电器599，还有文具哈368，然后我们 A 卡制作尾款哈8750元，然后付了一个我们中央站付的零用金5000哈，然后我们同心赞助了蔡文朗同心哈赞助了我们中央哈陈桂莹同心台南州的陈彩玉同心哈，还有宜兰州的黄宝美同心、李兴旺同心、廖迷西同心、廖培青同心哈共同赞助了我们。这个礼拜以来的收入是10900元哈，那所支出的部分是18467元，所以我们结余就是341021元哈，这个是我们目前的金额哈。然后我们这个是10月31号，我们高雄州来现场啊，赞助的同心哈，一共是7500啊。这特别赞助的部分哈，中央公务用的哈，高雄州的黄国祥同心哈赞助了2000，杨太郎同心赞助了500哈，陈元本同心赞助了500，潘胜礼同心赞助了500，徐忠诚同心赞助了500，刘坤南同心赞助3000，蔡瑞鹏同心赞助了3000，300，对不起，300，陈正秀荣200，李玉任哈200。李婉仪同心200，李思婷同心200，还有一个台北州的热心人士哈，赞助了5000啊。这个特别赞助的部分哈，是用在我们中央的公务用途哈。这个礼拜以来是10400啊。这个是我们同心赞助中央的自己汇款进来的哈。这个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感谢同心的热情赞助。好，谢谢，以上报告。主席报告。喂，谢谢我们财务报告。各位同心大家高涨。好。今天杨议长有事情，他请假哈。今天好日子了哈，包括我们嘉义的视讯点，还有台东的视讯点，因为有那个的手机上的关系哈，所以他可能用直播，用那个变。没有。不用的，会好的吗？好，那台东也很好的哈。那因为嘉义呢，因为今天有事呢，视讯中间人员到台北去，所以今天觉得少一个嘉义的视讯点，那没有到视讯中心呢，希望各位同学们能够以便在家里或者在什么地方呢，你出去游玩的话，你可以这段时间呢停下来看看我们的便我们的便，因为按照国际局势最近的变化的话呢，越来越紧张，希望同学们也能够能够多多关心了哈。虽然我礼拜三呢，我们变的时间我承德有宣布，结果呢我们日方的礼拜四下午呢马上又有回应过来哈，那么待会最后我播个时间，最后我再报告一下，日方他怎么说哈。那么还有礼拜三呢变的时间，我就讲，因为美国的大选扑朔迷离，到现在呢还没有一个结果，全世界人都在关注，那不只是我们了，全世界了，所以我就在变里面讲，我们台湾政府的立场是依据我们母国日本的政策在进行，
所以个人或者怎么样呢，对于这个美国的选举，每个人的喜好不同，那么他的关心，那有的发表他的意见，他很好。但是呢，这个对整个的局势来讲的话呢，哦，并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同事们关心表示意见呢，就非常不可。目前美国这个大选呢，好像是破了美国的记录了哈，就开国以来的新的记录，竟然他发现有怎么样呢？没捞戏，还有票数开出来呢，很多超乎他们的想象的哈，这疫情都没有发生过，但这是非常的激烈，因为牵涉到国外的介入，所以刚刚有些哦，不择手段呐、啊。诶，关于选举，他这个开出来呢，本来有七个州哦都有问题，但是到昨天，他增加一个州，就是乔治亚。那么乔治亚呢，他的像早上的讯息呢，他们那边国务卿的宣布怎么样，要重新计票。哦，恰巧说，因为票数太接近了。虽然他开了超过96%，啊，这是里面所有各州里面的，超出率最少的。但是呢，他们觉得有些疑问哈、哦，所以还好。那乔治亚州呢，今天早上的讯息就是说他要重新计票。如果这样呢，现在目前差，就是拜登赢了，川普呢大概1000多票哈、哦。那么如果重新计票的话呢？可能有川普翻盘的机会，那这是最新的状况了。那边发觉这次美国大选呢，总共有七个州，包括乔治亚那个八个州哦，它非常离谱，而且也让人不可思议。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开票只有100个人，怎么会有125个人出来投票？哦，还有呢，还有超过109%的百分之。超过100%了，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哦，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啊，就是以前国民党在台湾，那个坐票哦，那个坐票大师啊，他也不敢这样做啊，对吧？他以前呢，以前我们参加那个选举，他可以整个电灯突然关掉，把整个票柜呢拿出去重换一下了哈、哦。那么还有呢，你如果到部队去当兵的，他一个。那空白的票给你啊，空白票给你呢，他已经盖好了。你是哪一个区，高雄区或者屏东的，他要选哪一个人呢，先盖好，然后呢，你到投票所换一张空白的拿回去。你部队拿回来这张已经盖好，要选某某人了、啊，对吧？那你必须把空白拿回去交代，就这样。你如果没有交代，就被处分了。那国民党做票的很多哈、哦，结果美国没有来向他们请教哈、哦。这一点也觉得很怪了，他们尤其在怎么样呢？不是计票人员的，计票人员现在发生很多毛病哦。光是怎么样呢？光是你要投票进去的话，验身份证啊，他们都不要了。随便讲，我是张三李四，我就可以领的票，我可以投哈、哦。那么在台湾以前的坐票呢，他是那个一个名册里面的、啊，名册来这一夸夸夸。你比如说，我这个投票所有300个人，但是呢，500到700，或者200个了，我讲200个好了。那剩下100个人没有人投，他们呢就会说：“哎，这个张三，这个李四，这个什么，一定不会来的啦。”哦，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噼里啪啪的票哦，那盖的时候偷偷放进去了。他们决定不会做60%、70%以内。不会超过100%了，所以美国这次做票哦，实在要向国民党学习，你知道吗？哎，这个基数太差劲了，对了，太差劲了。像那个宾州呢，啊，109%，内华达州呢125%，哦，这个那个明尼苏达州107%了，北卡罗州呢106%，哦 ，Wisconsin。105%，还有 Michigan 105%，
对，亚历山大101%，那么最近呢，就是昨天呢，出了那个乔治亚，就96%，那么早上的讯息就是说现在要重新计票，重新计票哦，所以这个投票率最高的77%哈，哦，已经够惊人的了，啊，超过100%呢，哦，而且这些都是相关的，他们就摇摆州了，他们认为问题很大在这里哈，哦。那么美国大选这个呢，我顺便就跟各位报告一下目前的状况呢，哦，有实在说有乔治亚州的，就是说要重新计票，那么有些都诉诸于到法院去的了。那么当然，这个这次为什么全世界都会紧张，亚洲也是欧洲，当然有个人的喜好、个人的表现，哦，他们非常讨厌。但是呢，对整个国家和对整个一个西方这个价值观的话呢，有时候可以抛去个人的喜好。所以这次呢，因为有种外国介入，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不可思议的。尤其在美国，你非常讲信用呢，他那个 credit card， 你如果有注上你信用不佳的话呢，我告诉你寸步难行。美国非常注重这个啊，所以你看他那个怎么信用好的话呢，你就是当一个小小的工人，但是你那 credit card 你的信用好，你要买电器、买车、买什么，刷卡都没有问题，因为你信用好。所以美国是非常讲究这个信用的，而且你也不能说谎。你记得吗？有时候要到美国签证，你讲的不对，是我讲白菜，你不晓得他那个全部都有记录啊。好，哦，有的该问啊，你有当时来美国无？啊，你想问不讲？嗯，无呢。好，无好。他一打下去呢，你哪一点哪有的？就讲你讲白贼话，你为什么要讲谎话？马上把你泡边下去。所以美国是足公信用的一个国家呢。那今天为了这个选举的话，哦，变成这样了，好像有另外一个集团，也介入哈，哦，有这个价值观的不同，不是意识形态而已啦。啊，那内心哦，他不管把你弄到好你哦，三两动战都一样。以后会造成美国的某方面的分裂，会的对抗，随时因有个什么问题产生的话呢，会引起抗争的。所以你的目的不一定说，哦，100%一定要哪一个人当选，他只要能够做到，和你美国安呢，他们就可能就能达到目的了。而且那边，哦，站在我们关心美国大选的一份子呢，啊，一点哈，哦，关心这样代志哦，尤其晚上呢，在中央作业很久之后呢，很晚回去呢，即使11点多，我还是要打开那个电视机哈，哦，各方面一搜寻去看哦，每一个台都要去看一看哈，哦，因为最近美国选举的状况，他们诉讼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这方面呢，不是先人可以先下定论的啦。哦，现在我来讲起咧，我们母国迄种民咧关心这个哈，哦。第二个，我来报告一下，就是有关我们纪念卡的事情。我们纪念卡原先在815的时候呢，五款，欸，那是相当有意义的，哦，好像没有第二次的啦。所以拥有这张卡的人呢，应该觉得高兴啦，因为这张呢，这个永远不能做的纪念，而且是无它的用途。那么我们为了保留这一张的纪念卡，所以我们另外做了 A 卡跟 B 卡，哦，当然也许可能我进不到 C 卡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只有 A 卡 B 卡，那希望815那边的纪念卡的人都可以换到 A 卡，但是呢不需要把这个纪念卡交回来，就是你这个号码一定要保你自己的号码，但是呢我们会给另外一个新的 A 卡，哦，新的 A 卡，还有另外的 B 卡也是一样。我提示这个就是要告诉同学们，有少数的几位，你已经很难得来参加850的 A 卡，但是呢，你受了一些宠获，认为怎么样呢？
哪一个集团，哪一个集团有什么样的利益可得，那怎么样呢？带着这个卡呢，就奔跑过去了哈。那么有同心来报告之后，我们都会求证，因为我们要处分一个人的话呢，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听着人家一面之词就可以。所以只要各州有我们同心报上来，那我们会从旁边来彻查这个是否是真的是这样子。我的公开呼吁，既然你能够归到我们真正代表台民政府这个团体，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切呢向我们的母国负责，包括我本人所作所为，我的言行要向我们的母国负责。所以在我公开呼吁中呢，我希望我们同心也跟我一样，既然大家离开那个诈骗集团，集团另外一个想跟各位有大官做那个集团，他们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从1123，然后经过4月4号那个愚人节所产生的那个团体，到现在他们一直还在蒙骗他们。事实上他们是毫无作为，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可以公开向全世界，不只是我们台湾内部而已，经过我们这个直接的视讯可以传播到海内外。所以我们是经得起考验，我们同心不用质疑，你们是好好的等待。因为怎么样呢，在年初的时候，1月底到2月底这个时间呢，我们母国希望我们静待别喝个蛋，不要说起当什么知识当什么广告这样子哦，要职位上然后影响的你复归母国这个心情。所以很简单，母国要求我们，你不要穿着西装到外面上发 DM， 也不用去怎么样去宣传，不要去拉人家一定要参加台民政府，还有什么发给他们的 ID 卡，那个假的 ID 卡，所以这个没有用。对美国来讲，它是里面有一批纯粹的真的想要复归母国的，这批人才是他们所珍惜的。他们珍惜所看的不是想你做地书了我多了，你做什么行政主席我多了，不是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这批在心呢，当我们1123离开那个诈骗集团的时候，我刚才日方我就我们母国松了一口气，详细内容我不便报告哈，但是他们就松了一口气，把你的宅呀，美方日方都很注重我们这个台民政府，从2008开始，真正的在2010，在华盛顿 DC 那个 Four Seasons 开启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也想讲。我们2020讲十档也好，讲十二档也好，漫长的岁月里底，都因为的林志升2013年娶了林子安之后，迄、那个一龙变，把我们好好原来的台民政府，受美方、受日方所起重的这个团体，结果因为他们的，因为林子安的出现，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的走向。我们非常的可恶，这个流弹以后呢，我们下笔再来写台民政府的这个整个过程。有人在执笔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身历其境，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目前留在台民政府这代的人呢，才是真正的身历其境，所以我们写出来的才是真实的代表。有人很早就离开了，在法庭上他们作证呢，
有时候朱能说我听说我听讲，因为怎么样呢，后来他没有办法直接的接触，但是呢最近几个月来哈，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在庭上的原告也好，证人也好，他们呢说的怎么样头头是道，表示他们是身历其境，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而且没有任何的造假，第一把那个真相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诈骗集团尤其围绕他旁边的那一批叫为虎作伥的那一批人，你们还在那边嚣张呢、哦、你们还在 Facebook 里面呢，还有一些网络里面哦，说三道四，说的有的没有，我们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痛心了、啊。你们这边人的是非不分，美国为什么会把你们水叶岩，我们那个曾经在那边的我们的革命摇篮，我们在学理华理的根据地，在那边把你撤得光光，你们为什么不动这个思考它？就是因为来变成用这个敛财的工具，任何一个怎么样呢，任何一个团体不要说国家都没有办法忍受的，你想吗？还宣台宣耀在富士门还什么华丽革命什么快乐革命里面，还宣耀以前跟美国的谁拍照，还跟什么这么丢脸哦，那些人因为你跟你拍照的话呢，都现在离职了啦，因为发现怎么样被起诉诈骗的、欸、被起诉不是说随便他这边熬戏的检察官就把你起诉呢，他是经过长时间调查，从2016一直调到2017，到2017的8月时候呢，卷宗一大堆了，他们为什么不敢动手？当然因为的门口有插了美国旗帜，因为的门口有哥伦比亚给我们的，不管那个真的是假的，还放大贴在那边呢。所以为什么迟早不敢动手？所以2017年8月整个资料都收集了，为什么一直延到隔年2018的5月10号？各位去想一想嘛，而且的中间呢，他不需要冤枉你，因为你是带一个政治团体。咱作者人提的这个政治团体里面呢，提的学这个华理，就是日苏美战。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创办人林志升，我们的感激的地方是在这里。我们感激不是因为他这个团体把他带向要毁灭，但是感激于他创造这个日苏美战。当然的，整个不是他的了。我也了解，看整个怎么样呢？到新台湾论也好，台湾最终地位也好，或者以我们最高的顾问何顾问他写的文章也好，都证明怎么样呢？某些部分不是完全出自于林志升，但是最起码他比较完整的，就是说把一个团体搞起来，我们就在这个团体里面呢。继续学我们的华理，我们继续拱嘟嘟啊啊，毫无理性的，他说东你不敢说西啊，你如果说东你说西，那你就要走路一条。所以这么家长刚来的，我们就知道太多的人才就要离开，好不容易我们真的毅然就脱离这个诈骗集团。所以我公开讲，你们现在停留在那边的，你如果能够看到我今天所讲的，你回去思考一下看看，为什么说美国所支持的、日本所支持的一个台湾民政府一个领导人生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方派人来看他？各位想想，不要说他死亡那天了，当时生病之中没有人慰问，甚至也没有派任何人
来慰问林子凡，一直到往生之后也没有任何人来吊拜来吊念，也没有任何人来派来哦，派来慰问他的未亡人林子凡。为什么？各位想一想嘛，你们现在蒙在那边，也不敢向我们这个开会公开。哪边大楼来的？哦，现在什么要上去还要双卡，几个卡都没有用了，还要双卡才能够上去。没有错，他要排挤其他人去的，因为其他人去的听到你那那底下臭屁啊，所以他怎么样限制到你的双卡才能够上 W 大楼？啊，底下打打的。那天啊，在那自卫了，听你啊，底下给你自卫就对了。哦，什么 USMG 啦、TCG 啦，人家会找你吗？真的 USMG 人家会找你吗？你们也看看现在熬心那些人才，都一点的接受吗？哦，你敢别幻想。好，啊，另外一个团体呢，对不对？的假冒。讲有迄个老大人呐、啊，咱的日方啊，看到这些时候，气不不的，把我们的天皇呢，最尊贵的呢，哎，天皇竟然给当作偷渡客，哦，这实在是哦，莫大的侮辱。你把你的所作所为，可能做感冒呀、啊。那好，撇开这个人不谈了、啊，因为不值得去谈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呼吁了我们同行们，今天你既然拿到这个纪念卡，以后我们会给你一个 A 卡跟 B 卡，这个卡里面有号码，一直都随着你，跟着你。如果你把这个卡带到另外一个集团去，很抱歉，这个号码你带不过去，因为号码永远在我们中央这边。所以你们来看，我签到一个，哦，我纪念卡，我最后拜了戏啊，你可以脚踏两条船，没得事。两台船啊，开开的时候，你得想想的呀，喏、哦，你得剃腿呀，还可以让你这么好，脚踏两条船，讲你比较聪明，你到这边来领了 A 卡之后，还跑到那边，我名字暂时不公布。但是呢，我们中央内部的作业非常清楚。当有一天你们提出申诉都可以，谁是证人都可以跟你跟你讲清楚。所以呼吁同学们，你拿这个卡要珍惜呀、啊，因为我们在水源那些 ID 卡都不落用啊嘛，那你们搞清楚没有？那你水源那个 ID 卡，你想？我背负了多少的亲戚朋友？那时候哪个收一千块，那还好。第二收两千块就对了，结果这个卡都得报销、报废都不能用。你想以我现在这个身份呢、哦，对得起那个亲戚朋友吗？告诉你了，我受的委屈哦，实在是没通讲的啦。我的好朋友，我的军校的同学，我你的同学，在美国的同学，对不对？拢一直在关心这样代志。我们问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诈骗集团？想起来有当暗中会老板赛，你知道吗？我们喝阿比台个赛劳，今天倒得不行的讲的啦。所以我是呼吁我们同行们的等待。有这时局的变化的时候，如来是对待我们真正台民政府有利，因为我们是真正代表台民政府。大家听着哦，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一直那呢，我想这样子，为了好区分呐，阿德吉二点零啦，我们3.0啦，我们的母国消费者该讲哦，什么2.0、3.0啊，对不对？啊，我们就是领导是真正台民政府啦，还什么2.0、1.0，什么几点零，还是不好啦。
所以我们就开始不用这个区务，我们真的代表台民政府。所以同性恋你如果不会珍惜，那你枉费了力。我常在讲哦，个人的业，个人的担啦，个人的福分，哦，后分无讲啦，有时候不由得。但是呢，因为基于东西干台是同心，所以呢，基于这点啊，做一个呼吁，哦，啊，希望黑心啊，销售一两个啊，两三个啊，就对啦。哦，台南有，台中有，吼，哦，高雄，哎，高雄搁一两个尔尔啦。哦，这个不算，这个数目不等，但是那你干嘛？他非常可惜，那仅可惜而已了哈。一点纪念卡，我们暂时就讲到这边，接着讲到很重要的一个保释金呐、啊。你看哈，这个保释金呢，各位我们已经作业、啊、来了，已经超标哈、哦，但是我们要如何做一个公平的处理？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个钱是你个人的权益，因为你的东西，你咱家的东西，就当初的心情，请你都是爱心，爱秘书长，爱林子安，大家用关于，所以大家用交保金了。您当初出发点不是爱我这个蔡主席，或者蔡总理呢？蔡总理二十万交保哦，再差一点的高维出来，我就在里面呢。啊，同心人没有关系的，同心关系咩？不是这个二十万呢，同心关系咩？几千万呢？八百万呢？七八万呢？啊，最后到五千万的，就是三千钱两千的呢。啊，所以呢，我跟习近平都自己承担起来。啊，上届你不能做秘书长啊，哦，对不对？啊，个无迄个秘书长夫人啦、啊，哦，讲起来呢，秘书长林子安秘书长改庞大公哦，他是林家户家怎么千金呐、啊？林尚翁比上上个还比那同的掉了，那鬼扯淡！他们兄弟姊妹的小哥几千高把归盘，都是我们同心拿出去的钱，一搞好人家民事赔偿，他带什么过来啊？那个空耳心哦，这个七八万都提不出来，没有一个兄弟姊妹来取林子安，拢是在中心辛辛苦苦来的，为光你叫嘞，我也拖来的请出来，赶紧起来搞了七八万的，林志升几千万的，竟然林佑龙你还说，哎、欸，我林志升。伊个交保金我都无出，吼、哦，我实在是吼、哦，看起来你卖讲哦，你点点无讲你会搞啦，啊，你讲这些的伤了你自己，你知道吗？你现在六个州围在林子安旁边的，包括迄十六个哦，迄十六个现在还没有那个林公玉啊，林就还没有出手，要不出救了掉了，迄十六个把他吊到十三楼上面。一个一个问，一个对他威胁恐吓，啊！哎，提台咧逼伊把官网拿出来。林家的心哦，犯了什么？我现在不说了，因为现在我讲公有公，我们现在大目标的公庙护归母国，就将这个神圣的玉璧上面给拖了掉了。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听不懂还狗。你现在我哦，背负了多少狗，你知道不？洪秀格瓦在高雄州啦，洪一鸣格瓦在高雄州，现在呢在高雄，阿猛烈啊，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出来啦。台北人个人公有公外，他已经结果出来，不起诉处分啦，对吧？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团体说要告我的啦，我不来了，对不？放马过来好的啦，哦，我都等你的掉了。所以你想，今天台民政府领导把去看去哪家？你是发什么在努力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心，啊，不过看到咱有这批人有热心，结果你不是呢？把手拢看咱，在顶咱，
现在我没有任何权利啊，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啊，你们看着我们干嘛？林子安那边一样，侯敏那边一样，你想你们大目标就是看着我们这边吗？如果你真的按照美国的指示，你如果按照日本的政策来走，我告诉你啊，当然我都可以可以让给你啊。你们抵挡公的有的无的骗你的东西，害了那些同行，而且害了我们本来的台湾民主这个崇高的理念，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可以这个职务不要，但是呢，富贵母国这个心绝对不可能消失的。你任何的有人跳出来，你愿意承担，就是刚才杨议长讲的，你愿意承担 ROC 那个这个法律啊，司法的追杀吗？哦，我硬要做大声，你知道不？愿意。我想讲哦，那个牧师咧问，你愿意嫁给他吗？愿意，那就养了呢。所以我今天呢，我自己要承受的麻烦，我面对司法。但是呢，希望你两个团体能够听到的话哦，你最好把目标不要放在我们身上啦。我这边我你动不得啦，我来讲啦，恁主把原来遐人束手抵押。说天说地，哦，光前个八点，你你关起来，你啊，就得同温层里面在那边取暖呐、啊。你们现在认为你们有开花吗？我告诉你，你们绝对不会有结果啦。但是我们的台民政府，我们不但会开花，而且我们还会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保释金的问题，我们继续在作业。我们跟那个中央办公室昨天一直作业到很晚，包括我昨天下午呢约要去那个我的腰椎要去整肌哦，洗干的状从冲那边给几年，你知道吗？哎，几天摆个膝盖两年哈，啊，那没办法。有一阵呢，有这个要把它完成都忘记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继续，因为有些东西，我讲的我都用好的方面来讲嘛。我念呀，他还写授权书来，啊来呢，有的我们的没有那么多钱，啊一的下来啊，我有那么多钱，哦，这种。弄的科研单，中央也没有留资料呢。所以同学们，你得知啊，你当初有念呀，你得怎讲你念呀？你别当讲，我无资料，那又写那个授权书来。当然呐、啊，我都用好的方面去想啦、啊。我啊，可能你别记起哩啊，可能你都忘记了啦。哦，利用这个机会，我跟同学们讲。有台北区的人，你授权书，我无要行。你认为说要拿给林子安处理，那非常欢迎，你就拿给他们处理嘛。因为他们有七百万，搁搞些四百万呢，那个钱一万抵打呀，你就拿给他去处理嘛。哦，你来后湾，只有增加我们的困扰麻烦。你知道我们的秘书处，每节节的靠点呢，有当别通呢。我卡过来通，卡会通呢。啊，回来就好，敢那为着你，不是要该收钱哦，是钱要合理哦。那这么麻烦的事情啊！啊，刚才台北做的事情，台公馆到林林主任那边很简单，哦，对不对？你免惊你阿无，你就底下等嘛。要一笔钱底下呢，你就等吧。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另外，咱啊，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处理这个一千万非常简单呐、啊。你看看这么轻松啊！有同心来话讲，我们从六月十九号开始已经作业，开始三回一直呢，不知道有这么麻烦。所以那时候还没分家的时阵呢，有了授权书的开来，三回哦，
三二一之后，接着到四月四号，慢了分家之后呢，你想又给授权出来，我们这些不跟他处理吗？我们不会因为大家分家之后，大家都卖差评，不行，因为这是个人的权益。所以我讲，个人要不要领代宰利，我不分你有利于台湾民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我们这边有没有，我们不管。但是跟各位讲，有的中心一共啥呢？这个钱我是要来拨林志升的，林志升跳呀，那我这个钱呢就随着那戏雅的掉了，他不用领了。哎，这个是有一种说法。哦，各位，当初是保林志升当的秘书长，现在秘书长一死了，伊就感觉希望无位啊，我听遐钱倒转也无好，所以另外放弃。几十万的呢，所以我卖讲的讲的，你知影什么人啊？不是三千两千呢？你想我这种人不爱念啊，不爱念，不爱念啊，阿妹怎么啊？最后呢，这个就留给别人啊，因为他赚我几千万呐、啊，而且把这个你不领，哦啊，我们这个就留给别人。啊，有人。做的真济，咱阿公啊，用到欧美呢。啊，等下阿公的心好啊，能够留给更多的童心，也当哦收回，不管我这些就也当收回，就算好的。他也把这个心呢，能够我做舒心，很好吗？哦，我干嘛去？能够也当我更多的人这个机会来。当然，林子安也啦。黄敏佳啦，那现在可能因为一个缩条呀，不一定会拿来啊。但如张杰进来，我们就要受理。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报告，今天我们中央有请秘书处哦。我的工有时候，一个个当时我都要陪他了，随时有些问题都要处理，要解决。另外，这几千万，我不是说我有呢，我还跑到台北四届呢，我现在又第五届呢，我们都要花钱，为什么？因为既然我们台民政府承担这个责任，咱俩来做好这个额外的保释金是额外的，所以各位不要看看到出轻松啊，从六月十九号一直到不到现在，大家不买出来林子安那个集团到黄明那边去了，讲一些风凉话。尤其林子安那个集团更可恶，讲我们在动那个脑筋呢、奇怪呢，没有错，我们动脑筋，但是我动脑筋是动好的，我动的脑筋是如何也当火这样的东西，你交我钱，你权益可以拿多少回去，而且不要按照比例，不要加钱。所以第一手我就来讲，裁判会怎么我们中央吸收，这也对几人代志处理的一个原则，带着真无简单的观念啦。老实讲，我们可以讲啊，你讲林子呢，要诈骗集团啊，你的后面要反动集团啊，我来插脚你，对不对？不可以这样做，我可以全部把我们集中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边的同行身上呢，你哪不会？那交给就中央了。但是我们也这样做。另外情况，有你动作，不管你现在如何，假使你动作的，讲心肝钱也好了，你们拿出来的，所以我都能够体会到，今天有机会，他四万一千万而已，超过都不叫了。你超过就等着林子安，你就不外贴，你就等着林子安那边了。各位，假使今天这个一千万，如果不是我们承办了、如果不是业主长啦、我告诉你，这个几千万要跟你换，你滚滚滚啦。业主长看来，你现在分三个，
谁能够处理这个事情，那就公正无私。那个钱，那个单位没有货币，不会造成第二次违心哦，别人纠纷出来。叶处长非常清楚哦，所以今天给那些单位承担那个心，你话你敢裁定了、哦？我讲好，那我们承接这个，这个呢，不行。讲好代志，好代志啊，替人解决啦。啊，歹代志是呐，会制造很多无必要围出来啊。尤其林子安遐啦，遐抓牙就对了。你在那 FV 里写些什么？你不会，你别想讲，完全那会开始一直作业到现在啊。我了我的时间精神核对拍电话。拍电话不是拍过了百通而已呢，你知道吗？收集这些名单的话，核对你有经验，你有念出来没有？找不到人还找到那介绍人，来来去去花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得到是什么？我们得到的心理上安慰的说，当有真正在做，那些单位家己要讲风凉话，因别者告诉你，他们也不能做了，卖给他操蛋了，该要光风凉话了。所以保释金这个问题，我们幸好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有我们观念做正确的会计呢，有财务呢，啊，哎，张文静呢，我们对他很尊敬啊，一国一照没事做清楚哦。是不是？所以他做事我放心啦、啊。你有看，你做你行不行？你们亲亲去核对呀、啊，对不？我们母国哪些在看、啊？那你经得考验，那两个团体有像我们这样吗？有像我们的财务文件这样报告吗？统统没有。我很高兴，我们有个副议长。黄长城副议长人格上值得信赖，所以我们整个经这个金刚国扛过回走，我就召集人，召集人会遭受很多的攻击呢。哎、欸，这不是有给灯给电灯电压面呢？诸位人还公言为呢，但是他可以承受起来。我们交给他，是因为他人格上信得过，他可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各位，您大起来哦，你就承欢起来人才就无啦。你们干啦，也要讲要别插队人才啦。您干啦，也要讲要闲啊话、风凉话人才啦。我今天讲了，时间都无济啊啦。现在最后留了几分钟，我得讲一下礼拜三晚上变的时间呢。我就知道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我们呢，都随着这国际局势变化来的起起伏伏。因为整个未来的改变不是操作在我，不是在我们，所以礼拜三的变我就直接讲，不管美国大选如何，我们决定要跟着我们的母国。日本的政策，我们跟随日本的政策，就是我们母国的政策在进行。我礼拜四下午呢，马上一个回函过来，没有错。母国那边也是关心，这是美国整个的大选，很多的弊端，他们也稍微的把它点出来，不是我们这边知道。日本那边也知道很多的弊端都显出来，但是呢，因为这是美国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别人住底下看看他们的结果，归霸历来，他有一个立国的精神，他们正在考验，所以这个时期呢，大家静静啊看，没有办法，有什么人可以插手，不多，所以呢，我们呢。母国那边呢，哦，
有跟你讲较贵点的一点吼，就是整个在说明内底，比如说美国这次选举有一个弊端之外呢，就是从现在我们不宜能够表态。阿杜阿和喜欢礼拜三有讲的，我们随着我们母国的政策在做。哦，这一点哦，杜阿和在咱怎样来做？另外呢，他有说明，不管他美国什么人动算，美国在亚洲一个既定政策，阿就是日本对我们台澎一个既定政策。这个既定政策的是互归母国的既定政策，所以这点很重要，各位大家听了吼，这个既定政策别因为伊的变动，迟早而已。所以，伊大家该说明真济，为什么有海上自卫队3,800人，为什么海上这么？去了航空自卫队，因他们参加南海，啊个其他印太那边的一寡迄落军事演习，啊个另外啥呢？较特殊的，以前捌的，啊现在有的海上机动团，海上机动团的是啥呢？就是咱今嘛咧这边咧讲的，哦，伊的名词无同。也叫做海军陆战队，你看伊称的海军陆战队，慢慢也脱离安呐，脱离攻防备战，脱离讲你只那么自卫，人家你无你该当敢还的无，现在慢慢怎么样？美国开始的释放，亚洲需要咱的美国底下的这个中流砥柱，你知影无？我现在亚洲什么需要咱的美国？出名出来，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慢慢所有的演习都有。以前呢，咱就无个个主角哦，派了38,000多人，啊，其他无遐济人呢。嗯，啊，就唔是要冲啥，要小拍你啊，啊，无遐济人要冲啥。做一个训练，训练。当有一天，哦，我卖讲伤白就对了。尤其这些呢，哦，就帮忙啦。帮妈妈的第二人吼，不是一步的，有可能是啊，跟我们台湾事实上也有些关系啦吼。他的逐步的，哦，各位大家吼，逐步的。所以日方都要关心这个美国大选之外，还看咱台民主的我们的定向。还好，因为我非常清楚。不管如何，我们决定要跟着的母国的政策压的地方了，哦，因为这个时间上的关系，我今嘛就把个现在交给我们那个秘书处哈，来做一点那个补充报告一下，哦，啊，兄弟，刚好除了时间，各座来的有意见不，我再提出来这样，啊，一个。明天早上哦，明天早上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阿嘎，我可透过官网啊 ，FB 都同时跟发出的是，我有用一张写条祝贺，祝贺啥呢？明天，各位哦，11月8日，就是咱母国第一的皇叔了，对了。皇叔的是哪呢？那较早查甫哦，皇太叔就对了。阿、啊、因我们的母国即个没有无查甫的，所以立皇太叔吼、哦，伊用立皇叔，吼、哦，迄、那个未来顶替就对了。万一天皇安怎的时哦，有啊，即个是哪？有人小弟就对了，立皇叔。所以日王有特别，甲咱讲本来。因为兄弟就丢了，订房子，所以住翁怎么会这个事？哦，
那个开到麦克风就要关掉，不能够随时。你开麦克风会把那个反射供给我的功德灯来，哦，要稍微注意一下你们的开关了、啊、哈、哦。那因为日方呢特别，我个人通知本来会我邀请我们去，原来预定有350个，但因为武汉肺炎啊非常还严重，然后问题它缩小到中国这边，你知道吗？啊，所以呢，特别跟人讲的几点就是明天就是8号的立皇叔的就是太祖的掉啦，吼、哦，要接迄个接迄个皇帝天龙的迄个立祖皇叔吼、哦，啊，所以呢，明天我们的官网我会特别公布我个祝贺的贺词，哦，各位明天迄、那个官网内底你可以打开的，因为是8号，所以这个稿已经弄好了，而你好啊，明天早上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它叫，我们秘书室呢把它发出去。我现在预告一下，明天，哦，就是咱的母国立皇叔，就是皇太祖，诶，真慎重，啊，真严肃，啊，真好的一个日子，就是明仔载10月8号，哈、哦，啊，先我预告一下。啊，另外呢，我想讲，稍等了，别讲一件哦，我也提一下了。因为到底哈、哦，林志升不管他也做法，可能足侪人家己切气啦，吼、哦，咬牙切齿就对啦，吼、哦，讲起来真正是了。但是他曾经是他民政府的创办人呐、啊。那么昨天喜爷的日，今天呢？也没举行那个追思会了。你想，如果喝完黑的心，不是我们太多的同心，吼、哦，也会去参加那个追思会吗？如果能够撇开其他的想法，但是你想，查过啊，五一零六一七十月，不前三跟十月底，这个时间大家同心那个爱心。农夫呢提了保素金出来，啊，出了泥蛙呢，拢跳的，啊，跳的这个中间很多的蹊跷，我做些活动没有办法解答，解答的，啊，养家活动这人，伊参加追思啊，啊，伊若无社会人，包括伊外口遐亲戚朋友五十，哪拢无啊，啊，就避暑就对了。来不到了关键，啊！来不到了是咱出钱的呢，用咱逐礼拜迄个授信呐、啊，啊，专信、特信、什么挖沟信，一直联合起来的钱呢，去买登记的名。那、啊、个可恶在哪里？你知道不？我们彭老，我们都有参加过了，好、哦。较可恶的是讲哦，你来签用哦，迄、那个每个月还要20万呢、啊。每个月还有20万复活 W 大楼的复活林子安呐、啊，哦，你愈想愈气无？迄、那个大楼是咱出钱买，啊，即摆伊咧收租金，哦，还有怎么样呢？还有迄罗定乡中山路啊，22号跟28号在13楼两个房间哦，一间呢3万块的租金，咱那个付哟。啊，那是咱买的哦，那两栋也是咱买的哦。你这可恶不可恶啊？而且22号，即马的林志升咱的创办人，伊的骨头屋要搁抵押呀。什么道理我们不知道？没有下葬的地方，要搁管理房间来对，对翁先那个房间就对了。那现在还有苦留抵押呢。另外一个28号，同心圆，除了林尚峰，除了洪一舟或者戴中心他们可能有去过之外呢，
其他没有任何一个通讯去过。哦，那个房间那楼是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是咱出了钱买就对了。哦，所以想到这个有时候齁、哦、就非常感伤了、啊。哦啊，到底林志升也公过齁、哦，第一波行动在地吼，讲他不能相敌啦。哦，你老在相信无用的吼，我记住一点啦。有的很多人，因为他生病的时候呢，能不能够救他？会当你最后施一点法力来就救无？作者不约而同拢安尼讲啦，功过相敌吼，一日过就对了吼。比那个功还大大大大很大了，安尼知阿无？功过相抵哦，一日过就对了哦。哎，怎么搞的？你又开了？那个周同信，你拿我别亏啊！离开我们就要听你讲的啦。啊，虽然我过个回应得回来啦。好，现在要等下个礼拜呢。我再做一个决定，我们本来1123啦、啊，我们一周年的回顾，我代替的哈，哎，这个点搞呢，很快哈，1123，我一个点点咪个客啊，黑咖咖豆了呀，1123刚好是拜一啦，但是拜一大家都没有办法，可能就在提早一天，刚好1122，刚好1122哦，哦。哎，1212，哎，对了对了，12哦。那天我们要不要办？经过这个礼拜，看美国大选之后，我们母国这方面有没有新的想法？没有。到时候就是下个礼拜以后，我们再来宣布了哈、哦。这个同学们有的关心，123要不要办这个一周年来回顾？好、哦，顺便呢。跟各位报告一下，好，那现在呢，有点时间让我们那个秘书处呢做一个补充报告。以上，同心好，我是中央行政秘书处006，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就是第一点就是再讲一下那个保释金的讯息。保释金，我们有一个510保释金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在处理保释金的依据是什么？因为现在林子安他们那边似乎准备好像要利用这件事情来用法律的那个层面来做提告之类的，但是我要在这边声明，因为我们的视讯是公开上 YouTube 的，大家都会看到，所以今天我再讲清楚保释金发还的依据，就是依据水月远时代510保释金的唯一专办人员许玉明同心他所提供的手上完全的记录，我们是依据这个来做发还。那他的记录就是有分在窗口给现金收款签收的记录跟转账的记录，所以都非常清楚，以及还有在保释金还没有下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先发还的签收，我们这边都清清楚楚。所以你就算你要做提告，你要想清楚，尤其是林子安集团，你要知道你的你要提告，那你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你或许会觉得说，哎，我们有什么资格来去做这个发还的动作，但是我这边清楚的告诉你们，就是有根据、有依据，依据水月远时代510唯一的承办人员许玉明同心所留下来的资料都非常清楚。那还有特别就是有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是依据名单，那名单以外的到时候是一律要写切结书。那我讲一下什么是名单以外，其实就是在我们3月开始在
筹备会开始在成立的时候呢，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资料还不是很齐全，那会有同心很支持，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写切结书过来了。那基于那个时间点，他肯帮助我们，那当然现在都已经分裂了，都分开了。那基于他当时的那个支持的心态跟帮助帮忙，所以到现在我们手上有完整的一个名单的时候，我们会去对照。但是有一些同心他不在名单内，那我们了解之后呢，他是属于集资的部分，但是人数不多，人数不多，大概只有几位而已。那基于他们一开始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中央就决定就是 OK， 因为你没有在名单内，那你是说你是集资的，那你的部分到时候你要写切结书，你要很清楚的写切结书，以后有任何的法律责任你自己要自行负责，所以到时候在做发还的时候，名单以外的一律都要写切结书。所以请没有在名单内的要申请保释金发还的同心要注意这一点。那还有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保释金很清楚都是同心的，洪英州、林子安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竟然会要求徐玉明写切结书。那写切结书照理来讲，你要徐玉明同心写切结书，你要他三日内领到保释金之后要归还的对象，理当应该是要归还台湾民政府中办或者是台湾民政府的一个单位，不是他直接写，要求他写归还给林子安，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知道的同心，我现在讲出来，你们可以去想，可以去告知说为什么你林子安集团要做这个动作？这个明明是同心的钱，那你要求人家在三日内，你怕人家 ，OK， 你怕人家会去 A 掉这笔钱，那你要人家写切结书的内容，理当应该是要写给台湾民政府的一个单位、一个处理单位，不是写给一个人。侯英州他就直接写三日内必归还给林子安。哎，林子安完全保释金完全没有出任何一毛钱哎，而且林子安他是私人哎，这个就是又回到了私人跟公私与公分不清楚。那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还是他就是一个诈骗集团？这个就是要回到我们一一二三为什么会考虑到说一一二三的活动要不要办？因为当然在我们的立场是说啊，就是脱离他们，脱离这个诈骗集团，但是正确的角度啦，是他们背叛，他们一一二三林子安是那个夺权，他们在一一二三夺权，所以日方的书信里面反而他们的角度是认为说一一二三是林子安夺权叛变的日子。那所以因为这个就很有的争议。那当然了，站在我们的角度，它毕竟是一个事件的发生，那是夺，它是夺权，也是我们也是离开，所以他很清楚的讲到夺权私有化，他把台湾民政府的公产全部都私人都私有化为林子安，所以这一个原因更加可以，洪英州在要求徐玉明写这个切结书，更加可以证明林子安集团他原来真正的动机就是把台湾民政府所有同心的公产所付出的一切变为林子安一个人私产。那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会那么的怎么讲效忠林子安，这个我不知道，或许这是我个人猜测，或许自始至终他们就是一个集团渗入进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有扮夫人的，有扮中办人员的，有扮班长的，一堆，这个我没办法确认，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不单纯。
好，以上就是中央行政秘书处的一个简短的报告。好，好，那个谢谢秘书处哈。刚才讲到保释金这个问题呢，我牵涉到保释金还没有任何的酬劳的时候，为什么新竹州还有台北的也的大部分很多的童星呢都可以领回保释金呢、啊？那个钱从哪里来的？所以如果林书安今天要告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就把他到法院讲个清楚。保释金现在才有，而且1000万那个收据是在我这边啦、啊。聚宝人也是怎么样站在很公道啊？他要求怎么样法院来裁判啊？啊，不知道你们要告什么呢？哦，那好，那既然刚才听说有人谈要笑告这个保释金的问题呢，那最好。哦，我们希望能够到法院上把它说个清楚。保释金刚刚在作业，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领回去？你们这个钱是哪里来的？是我们的公款，你这边私底下私售，然后这些人呢围绕在你旁边，慢慢这些人都点出来了啦。好了，我们现在留的时间让各州来看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们先台东开始，台南了哈，台南，现在台南好了，台东你等一下，最后，安平现在，安平在线上哎、欸，好，请说，对了，安平的那个麦克风没有开哦，麦克风有开吗？安平的麦克风我没办法开启。哎，欧明普，哦，有了，开了。欧明普已经好五万了，有啊，五万块，好，有了。然后我是代表那个台南州安平哈、主席好哦，前台的同心大家好，我这几天啦、啊，我前上个礼拜哈、哦、已经有影印出哈、哦、那个要签的哈、哦、两张哦，还有那个认同卡的哈、哦。大家如果重新接到了哈，我都有大约有送到他们手上，然后他们很高兴很乐意的，大家都有一个心哦，想要哦，多多少少人哦，能讨回以前的辛苦的钱哦，那是更好哈。以上这个是重要的问题，好，谢谢。好，谢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认同卡列行，咱哪没个收钱哈？对不对啊？林主任那个集团呢，今嘛个两收 ID 卡，他有收钱，无得办事；阿兰是有得办事，无得收钱。这个很明显的对照嘛，大家看无吗？好，继续。来，我们现在。淮山这边。淮山，一路请说。淮山有意见无？淮山有没有听到？没有，没有意见。好。好，挥挥手就没意见了。好，我们转到台中，因为嘉义那边哦，嘉义的视讯中心他有事请假到台北了。哦，那好，现在台中，那个俊凯，你的那个麦克风没有开，麦克风没有开，你麦克风的开关要开啊！你那一只，你手上那一只，对，有开的，开了。有开了哈。有。OK。有开了。行政主席，以及全党的同心啊，大家好。虽然美国这次的选举有没有诡谲多变的、但是我是建议说，我们是要保持中立的，毕竟我们对号的窗口是日本，是日方。而日方呢，当然会透过任何管道呢，跟美方呢去接洽，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我们是保持的，因为也讲实在话了，也没办法去得罪什么共和党以及民主党，毕竟有没有啊？
台湾的头家也就是美方嘛，所以目前大家就是保持说以中立的角度来看美方的美国的选举啊，等说是一种明哲保身最好的方式。以上谢谢。好，谢谢哈。这几天呢，大家有一个共识，也在我们的立场哈。所以礼拜三呢，我知道礼拜三那边在开票的时候，或者在辩的时候，我就先表态哈，要不也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母国政策哈来行的对啊。哦，伊讲讲一步，咱就行一步，卖计较哦。伊讲一步，咱行两步就对了。哦，哦，这一点我会遵守啦。好，那各位台中州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爱子来，爱子，爱子有意见无？爱子意见无？无啊、哦。好，很好，你们最近都表现很好啊。哎，问题的。台中州目前没有什么意见了、啊，所以把机会让给新竹州，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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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我要新竹州，好，好，新竹州，哎、欸，请说来。新店来好，新竹州，请说。新竹州的麦克风，麦克风有吗？哦，是这对，好 ，OK， 是大家同心大家好哈。有即摆吼，形势告诉状吼，就是告诉状吼，现在准备好了哈，主文呐，主告诉都准备好了，以前也看过了哈。啊，慢者，你讲一个。提告一个诉状，林子安的那个刑事告诉状，你先别让先传几个人过来让我看一下。OK， 告发状都主文都拟好了哈。好啊，另外哈、哦，如果要参加的人哈、哦，第一点哈、哦、就是先有各资啊，各资要先用档案寄过来就够了啦。年月日啊，身份证啊，电话啦、住址啊，这各自啊，用答案传过来就 OK 了，我们就可以打到那个笔电脑里面了，所以去打进去了哈，就可以排列排出来了哈。然后第二件就是赔偿的明细表，这个也要整理好寄过来就 OK 了啦，用寄的这个，赔偿明细表这个哈，就准备。就直接交给检察官就好了，我们不用在这里再打进电脑或浪费时间。没有错。这两样事情哦，做得到的话哦，很快我们手续就可以完备了，就可以。我是预算11月12号直接交给检察官的啦。我说你桃园离检察官很近啊，我们一送就给检察官的啦。哦，哎呀，不过这个赔偿明细表，这个可能比较复杂，因为个人不同嘛，比较复杂，就根据那个廖培金进手这个他的那个表啊，那个明细表的天呐、啊，就这样子，就两样哦，办得到哦，应该是林子安就跑不掉了，后面就跟他控诉了哈、哦，告诉状就给他。OK， 谢谢。好，谢谢哈、哦。你谈到共业两点哦，第一点，你的诉状的信哦，可以，你的凭着赖过来我看卖哈、哦，好、哦、用赖过来，赖过来先看一下那个诉状哈。第二谈到讲要过的，就是讲各个我们同心来的他的各资了哈，个人资料传递给你，或者他直接那张单来这里下，每个人。你说交我随缘，你知道几不一样，所以你刚才讲那个表哈、哦，没有错，一定要记得了。啊，记得你白的树状了，拢夹夹做伙嘛，你知道吼、哦，夹做伙。所以你可能慢几天哦。我现在这样子在公开讲，各州各视讯中心点，把你周围有什么各位，就按照一个。刚才的郭同心所讲的内底，一个个资，一个就是迄张单，迄张内底呢，你有交什么钱，交什么钱，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你个人的叫钱呀，你自己签名，知道这一个的代表你，就是交予迄个水源的偌济钱，以后就是要请要请补偿哦，要请请赏的钱呀就对了。因为伫 ROC 内底法律规定，你有过，在民事内底你才能请到这些钱啦。你无过，表示你要奉献啦，哦，大家要注意这点吼。所以因伫迄个。第一个 APP 内底吼，有讲的法律快乐革命内底，什么挖哥人写一大堆无？讲个私人集会啦，而且恁奉献的啦，你们各位不要提告，因为你惊这样。告诉你，现在我们现在你要分清楚哈，得五一零之前，一个五一零之后，你的新政聚集五一零之后哈，我别讲那时候同心内底了哈，因为我不干涉恁每个所，但是站在我立场，因为现在我的身份不同，所以我本来也要告的了。哦，我被欺负的太惨了，对了哈，我要告哈。但是呢，因为你们同心告，我现在把它重要的集中在，变成把我们的台民政府哦，一直走入正轨，复归母国这条路了。所以葛这一心哦，一定赢，但是对我来讲小代志啦，小事情。好、哦，我的事情就是要赶快含咱的母国一边哦，接触阿火难。赶紧哦，你知吼、哦，所以这点呢，你们个人要去告，我不反对，我同意，因为这个人的权益要必须去争取，吼、哦，你用告，因为你改讲不好啊，吼、哦，像郭东兴一直改偷一十二万啊，你偷股票偷不好啊，对不对？啊，明明那十二万都交美国无去，你还行人诶，非常简单，他都不甩，所以这点就我有告的，对不啦？我有告吼。哦所以各位同心台各事情中心来听的吼，一个各自的部分，你若填伫迄张表内底里面啦，啊，你如果没有，你就赖给我们迄个新竹州吼，迄个罗景宏还是吴梅坚还是郭清华都会使来分啊，他们统计起来，做迄张表呢，爱个人写个人签名，吼啊累积，迄爱用假，迄袂使讲迄个啊，然后呢，各归本的心哦。就可以输送了吼、哦，你预定是十一月十二吗？是不是？迄个我讲十二，上过别讲嘛。迄个沿路月中，月中过好无？吼、哦，月中用较齐全的。我们高雄做也有，台中做也有，他们直接袂得规个拢寄寄过新竹，啊，做伙甲送去哩。啊！你无声无声，来，你用迄落来，无声。真的。我来我家，寄来我家吼。哎。啊是啊，这离桃园离足近的啊。对，好。不，你用行的行拢嘛包。哦，请新的对了，专送的对了，哦好。哎，我来。来。卢同先生。卖新货啦。主席、议长，大家好。那个跟主席报告，刚刚主席有提到说填这张表啦，哦，哎、欸，这张表就是他本人会写一些明细，对，我这边有，会写明细啦，哈，对，对，然后再签名，好 ，OK， 哎、欸，对，嗯，然后这个部分哈、哦，我们预计大概十一月二十号左右了，好，十一月二十号左右那几天就是按铃申告，把资料完全哦集中好、哦，然后去法院。也不用经过那个警察局，直接按铃申告，就检察官直接收了啦。对 ，OK。刑事告诉，哦，用刑事告诉下去。然后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哈、哦、有寄过来的资料，哦，或者说有赖资料也可以。如果有赖资料的话，我们会帮他打上去。然后如果有出具名字的话，将来这个赔偿。他才可能拿到，如果没有出具名字的话，有名叫我提到，有名叫赔偿啊，哎对，他都要有明细，然后后续哈、哦，后续自己要准备这些资料哦，车牌或者说集训的一些内容啊、哦，这个之后后续都要再补齐，送完，先送，有的先补，没有的后续补齐啦，好、哦，那其实这个也是很遥远的一段路了哈，但是
有机会，因为法院有扣押一笔庞大的金额了哈。对。但是，我个人就说，我个人啊，因为我是说，如果说我拿到我以前所，因为我有510之前跟510之后，我都是510之后的。哦，如果说我拿到这笔赔偿，我愿意把10%的捐给中央，10%捐给我们的州的，哦，新竹州的，让当成基金来使用。哦，这是我个人啊，如果同心想要也可以啦，哈，这个只是一个呼吁啦，哈，但是因为如果有这种不用供的 ，OK， 好，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啦，哈，以上报告。好，因为而且我们在会议中为先，哈，没公正，因为你个人要怎么样，个人的意愿来供，哈，好，你要个人怎么样，哦，这不要在我们这个政务会议报告上为先了，来公正，好不好？好，哦，那就我有安奈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是，私底下来讲。迄，那个另外的新店哦，咱要寄给你的，要寄到什么住址上哪修？我想你可以。四信点，寄到四信点可以。寄到四信点了，啊，哈，哦。嗯。好，那迄，那个各个四信点的中心人员，把您所有的各州来的要提高那个资料呢？把它寄到速信点给吴梅坚或者陈振怀收都可以。我们的官网上面都有速信点的地址，速信点，哎，跟负责人还有电话，所以大家可以上一下官网看一下那个台中州的。那如果不清楚的话，晚一点请梅坚在我们的那个 TCG 社群里面，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做公布这样子。哦，哎呵哈，好这样。就正式公告给我所有们的同心的掉了哈，因为这次的是提高很重要，因为啊，提高临时那边哦有好几个梯次了哈，哎，我们这次这个梯次哦，也许各方面哦会比较完善，完善一点，完善一点。哦，现在好，新竹州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就这样子吧。好，对我补充一下哈，主席要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刚刚这一张有没有明细表有没有？假如因为他要寄过来的话，就是说后面假如有一些自己什么证明啊，我们就把它对，就是说反正他要整份嘛，就把它附在一起，到时候这样子也不会乱了，啊，就是每人一个档案订一起啊。然后郭大哥就是给那个整个 list 这样说有哪些人，是这一张啊。对啊，我是说，因为你到时候你讲没有整份，有时候你要再汇集很麻烦，所以说你拿什么证明哈？除了这张之外，你有什么证明？你的用后续你的，哎，你到底缴了多少钱啊，哦？全部给他汇集一起，然后订起来寄过来，就这样子哈。那，哦，我就把你们有的资料汇集，就给他去提告这样子。好，那我知道哈，哦，各势力中心点第三号，如果就控煤案。控煤案他有怎么样的有那个感谢状，感谢你的个影印，对啊，哦，嗯，然后你有车牌，你得把车牌把影印列号码，哦，我有个车牌啊，什么号码个的，哎，啊，控煤案多少钱这样子，哦，合格就对了，哦，如果时间上你若白付，先把这个那个单寄给你，以后法院如果要开庭要补的话再补，这样可以了。哦，可以，嘿啦，再补了哈，因为安那嘞，因为迄题哦，就规大通的，你知影无？哦，那就先明细，先明细啦，先明细，嗯。如果有检察官问到说，嗯，啊，你讲车牌，你有啥物见过？哎，你有可以影印的啦，哈，嗯，嘿，啦，看别讲，迄个足够的，你知影？我看恁哪呢哦，规通的，你知影无？哈，嗯，好，现在还有没有意见？没有要转到台北了。那我你等下当个补充。不进来。啊？不是啊，无啦，你也五八百人，你就。其实一张也是用印的，用 CS 哈。目前应该一张票哦，都够了。一张票都够了。其实这张哈，这张假如说各州视讯点应该都有备哈，都有准备，然后每个同心写好之后呢，你其实拍照的话，用一种 CS 的那种很清楚，像 scan 一样哈，传过来印出来也是可以。那假如方便，就是视讯点集合起来一起寄过来，这样子可能就不用各自邮资这样。邮资了哈，好。那个视讯中心台怎样哈？
跟各座位同学们来反共进来。没有的，啊，这正版就可以印了。正稿吗？这正版吗？要正稿不？正稿哦，正稿了，正稿，还是用寄的好了。还是用寄的，不能用影印的，还是用寄的好，要原稿纸本。寄丢了，寄丢买的。还是用寄的了哈。好，各位知道哈，那个表还是用寄的啦。下次还可以你来呀，哈，因为你那天资讯点集合一起，然后寄过来。对对对对，好。哦，阿弟，你的你的起诉状还行哦，那个再给我看一下，好吗？好，我们转到那个台北。好，台北。哦，彭老来，台北没有声音哦。台北陶沃过来，来有还没有声音吗？台北的声音。那彭老陶沃过来，哎，过来哦，还没有听到来，我来，我听到，给一楼。台北没有声音。台北没有声音呐、啊。可能麦克风要开是不是？台北没有声音。台北没有声音呐、啊，有声无？哎，好，台北未见无彭老，你那个未见无，一楼无声，您那边无声。没有声音啊，不，他们没有声音，他们的那个，他没有，没有那个，哦嘿，哦，哦 ，OK OK， 他们的不通，不通了哈、哦，好，阿林林搞听一点啊，哦，好好，我知道，有问题要叫那个吴宇腾去，听懂吗？不用。要不要叫人去整修？有一个有问题了，但是他现在没有声音。现在没有声音了哈。哎呀，那个是，请问那位童星是谁？现在这个，请问那个童星是谁？如果说都听不到的话，那你们在群组上面包含好了。OK，那没办法，因为那边没有事情人员。我让你及时处理了哈。拍谁？那我们就换。台东，哎啦，本来那个台北吼、哦，都要那个彭老的家被调换什么意见了，结果没声了，没声了。OK， 我知道了哦，好，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OK， 那换台东，我们转到台东来。等一下，好，请说。哎，没声。那个廖老师，你的麦克风要开一下。开麦克风。你麦克风上面有没有切？没有听到。没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你麦克风有没有切？哎 ，OK， 有了。有了哈。有了。各位同心，大家午安。有关于这一个到的这一个问题，都有这一个询问两周的。等一下，红衣那边的。啊、他们要提供的都有提供他们的这一个两个表、哦、啊，一个表就是那个告诉人的这，我是希望说他要提高他以这个名册上面呢有关于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以及电话通信地址、哦、就是写一张跟那个呢受害的这一个想要求赔偿去表，你也亲自这一个填写，然后签名盖章，因为这些都是法件，所以说呢，我也有告知他们，可以因为宜兰州在演，所以说呢，那四处我有告诉他们可以寄给欧清告新的这一个地址。也就是这一个他的诉讼要告诉的这一个原告代表者的这个地址啊，同心，因为我的原则上你可以直接写好啊，直接寄过去给这一个郭同心的都可以直接寄过去，没有关系啊。如果真的较晚的、哦、那你可以呢，我们我想真的你来不及，这一批来不及，后续我们仍然可以再做提高的动作，看往后如果有一批、啊、看他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嘛，
些人的考量等等的，哦，可以事后在那个，那当然这一批的尽量在我董卿所讲的他的诉状上面是一月十二号，但是刚才他有说可以延到这个一月二十号左右之前都可以，那董卿就可以原则上可以直接将的这个各自的部分，就是那个设的这个各自部分那一张跟赔偿的续表直接这一个寄给我郭同心。啊，另外在我这一边我另外提一点，因为每一个同心经历这么多年，十年九年各种的这一个这一个倾家荡产，有的因为这一个问题家庭失和，还有这一个有些像把这一个退休金大笔都投进去，关于这一些这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求偿里面，我们希望考虑这一点，就是我们要求这一个附带精神的赔偿，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们这个舟车劳顿，我们替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办这个身份证，到头来变成了被这一个取笑，我们这个精神赔偿呢，我们要求他赔我们个人，要求他赔偿一百万。那我们不是为了这个钱，这个一百万里面，我们在诉状里面，我们希望可以加上，如果我们得到这个精神的赔偿金，我们可以捐给弱势族群。那当然，我们提这个金额，到时候民事附带行这个民事和解的时候，当然他们这个还有谈的空间了。我们只是要告诉检察官说，我们很有心，不是为钱，这是我的这一个建议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虽然这一个或许想起来呢，好像说多了一层面的这一个，像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这个有点麻烦，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一项我们列入考虑，大家讨论一下好吗？列入我们的这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状里面的或者说我们就这样，谢谢。好，谢谢廖老师哈，这个意见很好，因为咱独钓鱼的一个刑事诉讼呢，附带民事赔偿之外呢，那有一个精神赔偿哦，这个很好哦。为什么呢？因为当然了，个人的社会地位身份不一样了哈，所以要求的不太一样了。像如果我要求我要告的话呢，我精神赔偿最起码千万以上啊。因为我的损失太大了。美国要打人公安，我怎么会参加诈骗集团？我绿岛的同事朋友打拢在造谣，怎么搞的？我假到啊诈。变成诈骗集团，这个时代对我的名誉损失太大的了，所以我以后不要请哦，不计千万几年了不要请了，对不对？不要在笑啊，对吧？好了，我们现在我主要不是在这个要告了，我主要就是要赶快复归母国了。来，这边一个展翼，现在我们转到台北展翼这边，你看看，崇义那边有话吗？崇义，你的麦克风要开。有吗？没有，我有那个请求，你关掉静音，你要按一下，你要开启麦克风。好，屏幕上面，但是没有声音。再一次。OK， 好。喂，有听到吗？现在有了，好像有。好，现在有了。声音清楚吗？很清楚。OK， 可以。那个台北州的那个周边视讯周边都已经架设完成啊、那现在那个黄圣杰他有话要说。好，请说。好，谢谢。秘书长。喂。够用，别分析。主席哈，议长哈。喂，这个要处分啊，这个要处分啊，怎么搞的？喂，好，啊，先聊声音来着。这个
参加美国酒会的那个费用要可以申请吗？参加酒会那个，因为已经有付出了，有愿意啊。好，酒会有办的嘛，对不对？吼，啊，住住，刚才我这些你也无能省啊，你就有参加有那个 A 的无啊？你要从我一参加就24万块啊，啊，我怎么请啊？我去看嘞，我差不多24万块嘞。哎，啊，这个去中央上课，那个2000块会当申请无？哎，弄像，因遐原告吼，该证人因有讲，啊，迄个法官弄记录起来。哦，好，那我问题给他安尼那尼啊，谢谢你哦，他都讲了唔对，好，那下了，已经下来了，哦，好，多谢你，好。那台北都已经没有问题了，谢谢。好，那没有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回到高雄州来讲完高雄州，我上面一个意见不？来。哎，好，请说。主席，我叫陈依莲。即届，哇，天哪！你讲啥？你咧即届迄个好女儿吼，伊甲我加来啦，吼啊！我着头先我讲第，我讲啊，你交保金，你交保金，你敢有去靠去申请？伊讲伊毋知即个代志啦，啊！我事后着来开门讲要，讲要讲伊根本啊，毋过我即个代志，我有甲好女儿讲，人当初人迄个主席加迄个公要。两个讲你资金有遮大，吼、哦，伊要甲你要找你，吼、哦，啊找你拢电话拢唔听，伊讲唔是我电话唔听啦，我电话害去啊啦，吼、哦，伊讲伊是电话害去的关系无听，啊讲伊的命运就是安尼，所以伊即届150万无得领，啊伊讲伊做伊甲我讲，麻烦我甲转达甲主席甲讲要多谢，吼、哦，啊伊即马头先伊甲我讲，按。用这个李子安这边讲话买好领，我讲啊，你买对领，啊名册都拢无名册啊，你是买对领吼，啊所以我中间参与对的中间吼，我甲林伊林子安迄个女神的形象吼，我甲破坏呀，吼啊所以多少他也知道一点事情啦吼，啊即卖我讲咱头段迄个。迄、那个新竹州，我讲要紧送，我是毋是讲会当较慢？因为我刚有谈吴梅坚讲，咱11月22号要来高雄，咱以前做位好伊啊无？因为你今仔紧送去法院啊，法院也无时间你处理啊，今仔急要冲啊！啊，大家变讲，大家慢慢想，不一定会你搁期间拖长，伊大家会愈济人会要出来参加吼、哦，你唔免遐紧送。好、哦，会看到咱11月22号来，你是伫州内，我较传互你。好、哦，啊，第三站就讲美国这个大国吼，伊选举到2026，也有人一直帮阿伯起来投票。好、哦，啊，今仔这就变讲川普一句话啦，我绝对迄个失败对我来讲，拢无迄个失败啦。我就是坚持要对，所以咱以后咱话学着伊的精神，咱一定爱坚持落。谢谢。刚才讲迄个台中州何如意这人哦，电工个人的迄个温暖对啦，因为他的金额很大，他的金额呢150万，所以呢，我们得想尽办法跟他联系，都联系不上哦。啊，联系不上，高北啊，那陈林他到公务公务，他跟他有通电话出啊，他都电话坏掉，啊那遐拍文哦，迄个时间拢坏掉哦，哦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林主任说他那边帮他处理，那好嘛，那150万就到那边去处理哈、哦。我顺便报告一下，我报告姐来，看有什么继续。我是高雄州澎湖郡刘建伟哈、哦，我现在呼吁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有看到的同心，你们要做一个动作，找各希望要收集这些抗告的这些资料的时候，尽量。啊，各位尽所去负责，把这些人的资料收集，然后再看清楚，检查一遍，然后就像如，哦，什么时候要送过去，之前一定要自己先做看清楚，哦，希望全台湾，啊，所有的尽所们，哦，都尽了这次的本分，谢谢。好，这个很好的，就。
在就是关于要提高哦，各州来对各郡了、啊、哈、哦，郡所有参与的话呢，你周围几个人，你也稍微哦，他们周围就是讲哪一个项目，哪一个项目，因为每个人项目不太一样啊，那个表来对啊，好了啊，个人所填的话呢，这里一定要填名，要筛选哦，啊，郑州再共一遍哦。如果时间可以延迟哦，有功在我几站了哈，但是呢，刚才这个领说一旦看完了。宅委以及剩我们如果有办了哈的以及当天呐，我想不要这样，因为一直打哈。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哦，大家拢欢喜的机会哦，卖个铁给一下你的哥哥的哈，为了要么之前都要赶快去了，不要那天拿去了。我是建议了哈，哦，要么提早用寄的，不要那天拿去，因为台。就在那边看他们活动开会，个企业里里各国的哈，好吗？这一点尽可能提早了，已经把供料哈，大概存几个人，你的军来底，你州来底，来年都得知啊，还要提高资料可以添添写写的，家己做上要适应就对了。还有联络的电话一定要有，身份证字号一定要，因为要通知你的时阵哦，他有一个迄落麦哥哥拢找迄落视讯中心。好吧，以上，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没？高中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没有。好，没有的，跟各州来，挥手拜拜，再见。然后大家用午餐，好，再见。好，大家拜拜手。因为视讯的是你那个手机没上好，哦，事前要准备哦，手机好些哈。以上，好，谢谢。